所以我讲说像微调我觉得 OK OK 对你知道吗、嗯、但是我觉得你又太 over 你有时候改的人都跟以前的照片拍起来都有落差了对不过蛮漂亮的了非常漂亮蛮、嗯、漂亮的只是说太完美了对就太尖太让人家觉得你一看就是有做一些微整形这样子嗯哎乃哥那你认识丢妹吧丢妹哇如雷贯耳啊所以如果他邀请你去上他节目然后宣传我记得有一次有人在敲我说跟丢妹去做一个直播后来可能说嫌我太贵了你真的很贵啊！哎，没关系，今天见面三分情嘛，好不好？打八折。丢妹，你帮他宣传一下新节目啦。他刚刚说不用啊，不要啦，不用了，不用。我跟你讲，老艺人就是这样子，假装说不要，就是要，就是那要不要？不然他干嘛来上节目啊？快丢妹，赶快一套给他，对，赶快来。你不要以为你已经够狠了，他比你还狠。我知道，哎，他们这个，他那个鞭子可能就往你脸上抽过去了。没问题。哎呦！等一下，你要先说要从头啊，说欢迎大奶奶。没有啊 ，OK 啊，准备开始。要主持这一段喽。哎呦 ，OK 啊，准备啊。我们欢迎奶哥出场。哇，丢丢妹，好假。来，听说你要开新节目，是不是？对对对对王牌对叠对，王牌叠对叠，周一到周五晚上八点，东森超市33台，宣传够了吗？够了，够了，够了，好，收起来，来，准备开始喽。啊，开始来，好不好？我们要认真的哦，你要学我。好 ，OK， 好，我先哦。好，来，好不好？嗯，来哦。嗯，来，好久没听到。老丁就老哥，阿布假巴，南北下北，海山北古巴，冒险冒喽！我是丢丢妹，丢丢妹是我大给安安大给哦。今天我们莅临到奶哥，他的王牌叠对叠，每周一到每周五晚上8点准时收看。你若无看，你就爱好 Q。好炫哦、喔！好炫哦、喔！而且你现在还有变是有柔音，然后对，对，有改变。他为什么要搞得那个像他自己得了那个肺炎一样？好，特色啊，发，然后特色啦，特色。奶哥，奶哥，大家不行，奶哥记不住啦。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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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辛苦了，辛苦了，我你讲哦，来，老弟就老卡，老弟啊，老卡就阿妈。你们这种闽南语的那种老丁酒老卡，老丁酒老卡，出兵什么老不酒吧，不然你一句一句教他了。来，再一次来，预备喽，请一下掌声。嘿，来，老丁酒老卡，老丁酒老卡，阿布酒吧，阿布酒吧，给那里北北下，给那里北北下，北海山，北海山，北古巴，北古巴，卖海鲜，卖海鲜，卖牛肉。卖牛肉，大家好，大家好，我是丢丢妹，我是奶奶头，我是奶奶妹，相信了，新的直播主吗？奶奶头，奶奶头，我要看，来我看一下在哪里，哇塞，好不好？我们今天奶哥王牌叠对叠在东森超市，好不好？每周一到每周五晚上8点，我跟你讲非常有趣的节目，好不好？来，你是集合什么？我们就应该讲说意识重义啦，哦，意识重义，要动点脑，要有一点那尔虞我诈。啊，你有没有看过奶哥的节目啦？随便来一个意志的那个游戏，好不好？好，你会不会？那我来，来，来，1到21啦，谁叫到21，就谁要被打，好不好？什么意思？什么意思？很简单哦，最多叫三个，我知道，最少叫一个，一个，好，什么意思啊？来，1，1，2，一开始，1、2、1、2、3、4、5、6、7、8。90、11、12，你看我随便叫。13、14、15、16、17、18、19、20，哎哎，出来！你怎么又不玩啦？好难呐，这个我不会。打弟弟妹，打弟弟妹，哎，打屁股，哎，会，哇！我们换节目了吗？你怎么那么会玩啦？超强，二一王哎！你酒店常去哦？我从来不去。你还有什么意识游戏可以玩？你还厉害的，剪刀石头布，你看我一定赢哦。剪刀石头布，一定赢，一定赢。来来来，一个来一个。剪刀石头布，来哦，要打屁股哦。好，剪刀石头布有什么好？不然我剪刀石头布才难呐。好，一把一把，这个剪刀石头布就一把定生死，一把一把，看你啊，三战两胜，一把定生死，一把定生死。来，剪刀石头布。你什么东西？我赢了。你看，没有，我刚刚是这样，我刚刚真的是这样。来，干大了！你打我跟你讲，我这次那个剪刀石头布最厉害，真的。
还是要五十十五。五十十五，五十十五超厉害。把酒拿来。我来了，来了。我先啦。啊，你先。没有。十。二十。没有。十。没有。五。十五。十。没有。五。没有。我们不跑酒店，不跑酒店的。哎呦！你打人都不痛哎，打你打人。我是敬老尊贤，好不好？你懂哎，懂得。我跟你讲，五十十五我很厉害。你刚刚很强哎，超强。因为一般人都喜欢耍快的，其实五十二十，你们对。那个没办法。他就在那边让人家没有耐心。因为我是慢慢的，我倒是看。你刚刚很慢哎。对呀、啊，我是玩慢的、啊，所以我几乎很少、哦、很少输的。好厉害，超强。好，那个呢，明川。嗯，我其实我也是真的蛮冤枉的，因为就是你们很爱问啊，你们要问我就要给你答案，那、我不太会说谎，因为我一说谎表情会怪怪的，所以我都是说实话。可是一定会有很多女明星会找你说，哎，你看我这套衣服好好看啊，或者是请你评价一下啊，给建议。我通常就是如果觉得不好看，我就说我蛮有型的，蛮有型。所以明川老师的有型是，我说如果他说你觉得好看吗？我蛮有型的，就是蛮不好看的。可是如果那个女星刚好那阵子就有点变胖，其实是这样，因为你知道，通常在化妆间，女明星会在那边聊天，或者是问我问题，说，哎，你觉得这件好看还是那件好看？有时候是两件都不好看，我只能从两件里面硬选出一件勉强可以看的。又或者是说，她就会说，哎，你看，像那个真的那么瘦，我都好想穿这样露肩，这边腰这样子变这紧很紧。我想说，可是因为你穿不进去啊，就是这里穿不进去。你会跟她说吗？我不会这样讲，我会说啊，那个款式可能不太适合你。我第一动会先用这个看可不可以制止他。他如果说，可是你不觉得我如果穿那个，他我的腰线也会很漂亮吗？我就会看着他说，你知道腰线是什么吗？哦，他就是说腰线就这里啊，这里。我说那不是腰线，那是你的胸线。哇靠，这么垂吗？就是我要让他知道说这个，你知道事情有轻重缓急的。那曾经我承认我说过一个最恶狠狠的话，对女明星，对女明星。但这句话后来我自己也现在自食其果啦，因为他就是说，你看我就没办法穿这个衣服，我不能够吃甜点什么什么。我说没办法，因为胖子没有被穿的权利。天哪，是哪位女明星？是哪一位女明星被你这样伤害？好多个哎。然后韩主，你是有讲话得罪什么孕妇是不是？没有，是因为我觉得我讲话太直接了，就是职业病上身。就有一次呢，我跟一群朋友聚会，知心好友型的，然后其中一个女生她就终于忍了三个月，可以告诉我们说啊，她其实怀孕了，怪不得她前阵子不好约啊，会失踪啊，会什么的。因为女明星嘛，那前三个月不能讲，又很怕被狗仔拍到，她会常常就是躲在家里。那终于三个月了，可以跟我们说，那她其实就是很担心被发现自己怀孕，然后我就说，我就直接说一句，哇，你很不适合怀孕呢，就是因为有些我的意思是说，什么意思？我的意思是说，有些女明星很藏度，就是她们可能六七个月了都还看不出来，可她三个月的时候已经大起来了，我就只说一句，哇，那这样你体质很不适合怀孕呢，然后我其实那时候也没别的意思，我真的是无心的，但是呢，这句话你知道孕妇很敏感，对，她就回去一直问她老公说，我是不是很胖？我是不是真的很胖？韩叔是不是说我很胖？但是有时候我直接讲出来，但是我没有那个意思。还有一次呢，就是也是我们一群人去餐厅吃饭，那吃完饭之后，那个厨师就觉得啊，我们一群人来，很想跟我们合照啊，好啊好啊合照。但因为大合照的时候坐不下，就是那个画面塞不下，那厨师比较胖胖的，他就走到画面中间，然后坐在地上。我就看了之后，我说哇，你这样好像卡比兽、喔，然后我也只是宝可梦，我也只是开玩笑说哇，你很像卡比兽哎、欸，然后全场也就安静，大家就忍笑忍到内伤，也就跟我说你再怎么像你也不能直接说出来。就我很多时候我只是无心的把现场的状况形容出来，可是我发现因为可能我讲话大家会以为我真的是单刀直入在评论一件事，对，因为你讲话感觉又很严肃，就我没有开玩笑的时候，人家都以为我是在讲真的。
就很像哇，你很像卡比兽，这句话从那个派口中讲出来就还好。哦，看人讲啦。对，因为有些话看人讲。因为韩族本身是白富美，所以白富美说这些会特别讨厌。对，也没有，我就卡比兽还蛮可爱的吧。我如果真的想要伤害他，因为你长得就是讨，有点偏讨人厌的样子。哪有？我如果真的要伤害人家，我就会觉得我哎，你很胖了，你胖胖的不要坐站着。你知道吗？我觉得是因为加上你的声音。对。对。我也没有说哎，你很像一个双蛋瓦斯，或你很像一只妙蛙花。你卡比兽是可爱的。你低八度讲话看看。他有低八度的时候吗？试试看，他可以，会不会好一点？我们录到第五集的时候，他声音都是卡痰，对，装不出来了。哎、欸，你也像卡比兽哎、欸，真的有比较有吗？就是比较真实，就是感觉在闹，对，在闹。哎、欸，不是，因为刚刚如果很音很高的时候，会觉得好像很讽刺。就是讲真的，对，讲的就是很直接了，就是要伤你了。可是我要讲，我刚刚其实呼应他刚刚讲这个，就是说、嗯、他不是说你很像卡比兽哎、欸，其实就是我说的。因为胖子没有悲伤的权利，每个人听到这个都说啊，对呀、啊，我就是卡比兽，就是你知道要变成要自嘲这件事情。你说胖子还要自嘲？对，很多。胖子也太倒霉了吧？要被羞辱了还要自嘲？我刚不是说吗？这包已经在我自己身上，我现在就只能自嘲啊，不然呢？所以你现在也是被人家羞辱胖吗？当然啊，网络上大家都说我胖，每个都还会拿出早年上贵节目康熙的照片说对照，说他怎么了。或是他怎么变那么胖了？我理解你的心情，没有变那么胖，胖一些了。因为我那时候刚出来的时候，不是脸整个很肿吗？他们就说小 S 肿魔了，肿魔了。然后我开这种谐音玩笑，对，然后有完没完呐、啊？后来有几次出来，明明就还蛮漂亮，他们还是要说肿魔了，肿魔了。可是你后来完全整个人恢复到，甚至比超越以前的时候，网友给你的评价，你看我有更开心吗？有吗？超级多，真的、哦，就是你状态比以前还要好，好神奇、哦。有吗，哪哥？我也不好说。怎么了？肿么了？我觉得有时候网友啊留言，他们那些创意哦，真的蛮有意思。真的，对啊。你知道，有时候又好气又好笑。其实真的，我哎，哪哥，那如果有人批评你的主持方式，你会不会生气？我跟你讲，我从来不在乎这些。因为我也不太会上网，然后呢，有偶尔会人家点说，哎，你去看一下那网友留言，有时候有什么新闻啊，对，会有网友留言、啊，下面会留言，你知道吗？有时候看了就会很气啊。嗯，你有看到哪一则是你真的是动怒了？我有一次就是，不是一个哦，我跟好像我跟唐崇盛。就是代言，我还不敢讲哎，没有没有，讲没事没事没事，那个代言现在和好了吗？我们和好后，然后我们去代言，可是你之前那个状况，我听到我真的吓到哎，哦，听说你在现场把他骂到臭头哎，对啊，我骂了五分钟啊，五分钟，他只是说你玩不起是不是？没有输不起，输不起，不是因为那一句话，你可不可以还原一下那故事？我好想听啊，真的，我讲嘛，因为。录影都是我在扮黑脸嘛，嗯啊，有时候为了效果什么都是我在，或者有时候你看像我们在那边录影，哎，有些人会在那边讲话，哎，嗯，我们录综艺节目，我不讲，哎，我刚才这样，然后他们那边反正话没有到他那边，他们这一区会聊起来，你知道吗？对，那你要录影哦，那个声音有时候会串进去，对，你知道吗？我说，哎，我们在那边录影不知道吗？就是我会不高兴这样子，那有时候录影就一次两次，可能就是。有情绪的累积，嗯，那一天我也不知道，可能也是更年期，我觉得，你知道吗？然后再来一个，就是说可能也累积几次，那一天呢，就也不知道为什么，因为想想也觉得好像被鬼打到，你知道吗？就是想想也很无聊，对不对？对，因为你想啊，怎么可能会发那么大的脾气？都在圈子40年了，骂五分钟哎，骂五分钟，你知道吗？好，所以他到底讲了什么？他说啊，哪个哎呀，你输不起啦啊，这就这，你知道吗？就是那种样子，那种开半开玩笑的样子，就但是你已经心里面不舒服了，然后又一直又被挑，一直挑，一直刁，被戳，那刁了就那火就来了嘛。哇塞，然后你怎么骂他？我就这30斤、50斤一直骂都没有停啊。真的假的？真的真的。那不是尴尬到不行？就现场全部一片一片再次的一片寂静啊，真的一片寂静。那个虫虫哥有没有说，哎，乃哥不好意思，我刚刚只是开玩笑。没有，他当然有讲，让乃哥没有啊，不，对不起啊，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可是你还是停不下来。我跟你讲，那个气上来了，你真的压不住，哇，啊，一定要拿一盆水这样往你头上倒。现场没有人会拿水泼我。然后是因为副控呢，有一个灯光师呢，哎，因为导播还 keep low 嘛，对，那个都有录起来嘛。然后他在旁边，他要用他手机录了一分钟。
那陆一峰他下了节目呢，就录完一晚上，可能跟朋友吃点宵夜啊什么，就给朋友看。那朋友就哎传给我，那朋友就传出去了，当天晚上就铺天盖地的就哇，大家都看到流出了，是这样子。而且万万没想到，其实是五分钟，对，因为网络上都只看到一分钟，只看到一分钟，有完整版。骂人骂五分钟很难呢，很难的，很难呢，因为哪来那么多词啊？没有，就是那些话一直你屁啊。变成是 GIF 档一直在播哎，对啊对啊对啊，会变迷音。然后呢，你现在有没有觉得很丢脸？当然，我很丢脸，我真不骗你。而且五分钟真的好丢，真的真不骗。然后还要把后面 ending 做完哦。哇，还没录完，不是说就走了？对啊。然后后面把 ending 录完哦。就是你已经 calm down 了，是吗？ calm down， 你要把 ending 录完，录完回家回量血压180，快爆掉了。我不骗你，三天都180，哇，降不下来，我自己都吓到了。我自己都降不下来，啊！后来就觉得自己很实在很难过，很就是很这很懊恼了。我怎么会这样子？怎么会那么控制不住？怎么会那么那个？后来不是开记者会啊，道歉啊，什么什么。所以是你主动，到现在我还在道歉。所以是你主动开记者会跟虫虫哥道歉？当然当然当然。哦，哇！因为总是我，所以你当时应该是鬼上身吧？鬼上身。我想我就是更年期，然后加上鬼上身。你那时候就更年期了。哎，我都64了，今年。你有64？哪个？对啊。看不出来。你很，那你保养得很好。真的。这不用讲，我知道。你不用讲。那丢丢妹真的好久没上我们节目了。真的，超久没看到她。你这一阵子没来，是因为是新闻太多啊？哦，那个真的非常 very 多。非常 very 多。非常 very 多。有哪一个是你要澄清的，还是什么的？澄清哦。不用啦，我觉得你也要养家糊口嘛，你就好好过你的生活就好。我也有，谁啊？不要再针对我，没有啦，因为毕竟同行嘛，对，就是有时候会对方要炒人数，要有流量，对，就会踩着流量密码往上跑。是不是有其他直播主攻击你，对不对？对对对，说了瞎子阿凡达，没姿势，好不好？说他的那个虾是流出蓝色的血，对，说啊那个一定有毒，对，这么过分，对，那是。实在到底有没有姿势？这个可以告哎，真的啊，有这个是可以告的。那你说虾生的流出来血是蓝色的？它的血本来是蓝色的吗？真的啦，没有虾血本来就是蓝色的。对对对，是蓝色。他这样也讲的没错啊。对，可是他不懂啊，他就会把这个让就乱搭。他以为是添加物，对，就是添加物，就是添加物会有毒什么什么，讲的很像杨那么一番言论。对，其实你还在气，气出来了。所以你没有放下，哎呀，真的就好啦。有跟客人就是一个解释，就是有上课这样。但是我说那个人，你有告他？我有告他啦。可是就是我觉得他那种笑也没给人狗，就是没差。所以就是现在还在官司当中。其实还好啦，就是我也是叫律师去。不，我是坚持告的啦。对啊，这年头要以送子棒。可是那种笑都不怕。所以奶哥，你现在手上有几个官司啊？大概还有5-6个吧。是，那有没有这1到10里面谁会比较堪忧的？比较堪忧的，因为这样其实整体来说，我们那个西地团的嘴唇唇相整体来说都看起来算不错的，但比较堪忧的话就是我们的7号。7号的话是，7号感觉有点搞笑的嘴巴，那没有这么严重哎，就是7号的照片看起来真的会比较辛苦，因为第一个就是我们的嘴唇可能在放松的时候没有办法很密合，放松的状态可能没有很密合，因为我戴隐形眉。哦，戴隐形眉，对，这个叫做漏齿口。漏齿口的话呢，就是代表你的财运最近可能出去的会比较多。他刚刚不是在说？抓到15万，对，哎，抓到15万吗？对，抓到15万，老师 ，Are you okay？ 进跟出是不一样，我先确认一下，你真的是老师吗？你是不是只是想加入不息地团，然后想说我是不是可以讲一点什么？因为都不写文字，我都还是觉得他是灵眼嘞，因为笑声的关系。你有没有急咒？我们有考试啊，是我们是真的有考试。那还有哪一个嘴唇会立刻吸引到你的注意？嘴唇那个8号，哦，8号有点紧闭的感觉。对，8号是谁？我，丢丢妹的。
因为八号他的唇峰是蛮明显的，嗯，他唇峰明显就代表说他的个性啊，其实蛮大方的，然后代表说交友也算是很广阔。然后他的上下唇其实比较起来，他算是那个上唇厚，对，他上唇是偏厚，但是其实他没有落差非常的大，嗯，对，所以其实整体来说算是很不错，包含他的上唇有一个痣，对不对？对，哦，对，好特别哦，嗯，那代表什么？其实上唇有痣，第一个就是一样，就是交友圈也是蛮广泛的。那第二个就是他的感情其实很丰富，哦，对，他是非常感性的一个人，他非常感性，有他有，对，有，所以我李明山。上班喝酒，真的一天可以喝一瓶红酒吗？哦，我一个人可以喝两支，哦，什么话都敢讲。那哥哥应该很害怕吧？哦，我老公很害怕，我哥哥很害怕，他就是因为我该讲的跟不该讲的，我全部都会讲。婆婆的话全部讲出来？没有，我婆婆真的对我很好。你那么难搞的人，有人让你暖到吗？有，那时候我记得上大学的时候，就有一个很好的男生朋友，对，然后那时候就无意中，就是因为我们都会生日，我们大家都会一起过，然后当天我生日，然后结果那男生朋友约我去南投的夜景餐厅吃饭，然后我一进去就奇怪，为什么那个夜景餐厅完全没有人？对，然后就往楼梯这样走上去，摆满了超多蜡烛，还有花瓣。走上去之后，我们就开始吃饭。我说：“哎，那其他朋友嘞？”然后他说：“哦，可能他们没有空。”后来就是我们已经吃完，在吃甜点的时候，大概十几二十个朋友从后面窜出来。然后那时候男生朋友跟一群朋友就一起放烟火，烟火上面因为我本名是李明山嘛，他就写“三三生日快乐”，就是有这样一串。烟火还可以就打出字来哦。对，我就那时候就觉得哦，真的很感动。然后后来才知道说这个是男生一手策划。当场应该喷泪吧？没有喷，因为我不好这种事情，没有什么好喷泪。你的哭点好怪哦，嗯，超怪。对，我哭点比较怪。就像那种感动，你不会哭？不会。可是如果就比如说侮辱你的商誉，你会哭？对。OK， 所以还有哪些是受不了的情境？有，就是跟某一任朋友，就是男朋友去看电影。然后就坐在就是这样看完之后，大家就起身。我看到一个男的，他穿迷你短裤、热裤，嗯，哇，真的是让我很傻眼。就是一个就是长得就跟他差不多阳刚的男人，然后穿了一件迷你短裤，然后他是穿三角的，就是这样子啊，有一点狼，因为男人的脚都很细嘛。他就这样站起来之后，他那一颗蛋就真的是从滑落，滑落，那你要那滑蛋的。先生，你那个蛋干，因为真的太恶心了，这么讲，因为然后他旁边又坐了另外一个女生，我想说为什么他要穿那么短的裤子，然后那个内裤又不包紧他那一包，然后就左右两边又掉一颗出来，是真的，因为站起来我就这样看到，就这样。可是也蛮精彩的啊，如果现场看到的话，就是会觉得很恶心，因为他那个毛，那个上面有那个毛。OK， 我知道了。尝试。拜托，我也顺便问你一下，你爸到底是开公庙还是赌场？开公庙，济公庙。因为你爸那天被访问真的是。我就想到有一集我们在聊那个育儿，你不是说你会被你爸教你儿子说，对，然后他想说哇，到底是什么样的那个阿公？然后那天看那个新闻访问，我就想说 ，No wonder， 狡辩说啊，就是开公庙嘛，那骨头哎，还是哎，我拿啊不是，对对对，爸爸啊，你年纪还太久，还什么下面挖沟。你爸是这种型，那交商话应该是蛮合理的。对，是。可是我要先澄清一下哈，啊，不要再爆了哈，就是没有，真的不是开赌场啦，因为我们家这个真的就是公庙。然后开赌场的，我可以大声说是隔壁的阿舅。等一下，阿舅不是也是你亲戚吗？啊，是亲戚啊，可是不是我们家在东街啊。如果是我们家在赚钱，为什么被抓了被爆哦？没空。怎么开公庙会有人过来你们家把钱搬走？我觉得这个很扯，就是。因为我乡下地方的那种偷天房子是有防火巷的，是连在一起的。那等于是他们家很聪明，因为他们家要公庙，
结果他不想要让他们家正门有人过，因为怕会警察会抓，所以他就跟我妈跟我爸讲说啊，好啊，哎，英文干美当吼，拎刀就问刀鬼。其实我妈那时候很反弹，说不要，会很复杂，因为家里有小孩什么的。然后后来我爸这边登 keep 哦，他登爷不要进男二来，登爷啦，让他过。就是从后面，我们家厨房后面有一个防火箱进去他们赌场那边，所以我们家那边等于就是会很多人进进出出。啊，不知道是怎么样，还好那天我已经回去了。不知道怎么样，他就让进进出出，进进出出，结果歹徒，他们说歹徒就是蒙面，就持枪进去抢，还持枪，是真的持枪进去抢，这是大事件呢，这就变很大事件，就是什么一个什么短用一个碎用，然后持枪进去抢。抢就是他们那边就是一堆人在打麻将，就打麻将啊，就是玩麻将啊，然后他们去的基本上都是他们的厂商，所以这行李人都会排一台现金，他们都会排一台，然后持将军讲好啊，很好玩啦、啊，麻将玩到被抢劫啦，就这样啊，就说你不要动，不要动，就是。那你爸当时不在吧？我爸当下他是在旁边跨掉。他在旁边看，所以他目睹了这一切。对他吓死了，他就是因为他拿枪起来的时候，我爸整个他们全部的人都趴在地上，钱就被全部都被搬走了。哇塞！对，可是我要澄清，不是我们家开，我们家是正当。阮家开公庙，比阿开教场，好啊，阮家这是随小借人过，借借的。持枪，因为他就是这样转过去嘛，为阮家经过，所以就会有头条：丢丢妹爸爸开赌场，千万现金被收刮，萌呀！我讲完了。哎，我觉得你要不要跟叔叔交往啊？不好意思，叔叔，这个妹是你喜欢的类型吗？都，哎，怎样？不错啊。现场你看一下这些女生，哪一个是你会想要跟她就是交朋友的？他们应该也都对我没有兴趣，因为我们不在同一个世界里面。你懂我的？我觉得丢丢妹跟你蛮同一个世界的。我们是比较接近一点。我们是接近。你回头看看方婷，其实跟你同一个世界。没有，他很崇拜你。怎么可能？真的。我只是讲话有的时候会带一点小台味而已，但我本身是很可爱的。没有，你是真丢丢妹是假台，你是真正的台妹。接下来还有就是大家很 care， 就是说可以关心老婆的体态，同时也对她自己严格把关，身材都不走样。因为像丢丢妹就遇到说她怀孕的时候被说像企鹅，然后变瘦又说她太瘦不好看。怀孕的时候我胖到93、94，哇，那一年我好快乐哦，就是一天吃了十几餐吧，没有吃的时间都在睡觉，然后走路脚还开开的，就孕妇走路这样脚开开的这样。她说，哇塞，你真的长得越来越像企鹅哎。我当下一把火上来，我先屌他十句话，来十句话屌一下，屌一下，我要听你骂人，我要听你骂人，我要听你骂人。OK， 那我要骂喽。好来，你这是大哭啦，我来嫌你巴肚肥啊嘛，你莫莫嫌我你巴肚肥啊，吼，你那嫌恁祖妈肥像企鹅，企鹅。就大概就是，所以那时候完全已经没有在想胎教的事了，是不是？完全没有，我这一把火真的是啪啪啪，就一点气就骂了。结果我后来好发愤图强要减肥。因为也要出来做直播，所以就哦不行，太胖了，人家都说哦肉肉的怎么样怎么样，就讲得比较好听，然后会做一些人身攻击，所以呢我就下就是减肥减了，好不容易减了一个月，瘦了20-30公斤，哇厉害厉害，是健康的瘦还是健康的？我就是川烫，水煮饮食、对，然后我就瘦下来之后在洗澡，他会说你是有变瘦啦，但是你的肉好松哦，你要不要练个瑜伽？他肉是有多紧啊？我就说你下面很松啊，你要不要练一下，练长一点，练长一点。哦，你知道那你应该说你下面也很垂，不是松。没有，我就说他松，因为就是说你就这样子啊，你要去练一下，因为我把我上来说你要练一下瑜伽啦，拜托你。我说我有时间吗？老娘有时间让你去练啊。然后他又说摸我说哦不会啦，你身材很好，都没肉哎、真的哦，可是真的有点松啦。我说。所以你们家走的路线是就是脏话系的，是不是？他不会，就是我比较会骂，然后他是就是我在骂的时候，他就是比较好的一点是，他都不敢回嘴，就是他就是垫垫的这样子。因为你该骂的时候，感觉接下来就要拿枪出来，他打，他再讲一句看看。对，因为他很怕我动手。废物啊！差一点废掉，可是还是有功能用了、他还有什么功能？床上功能没用、还有人要讲吗？我老公真的是
婚后他把我当佣人，他自己当死人，真的是很严重的死人。就是我从不动吗？都不动，还是说他真的死了？是啊，他从我煮饭，我煮饭，我备料，我炒菜，一到我摆碗盘，都是我一手包办。好，这样就算了。洗，就是我们吃完饭是不是要洗碗？我说那拜托你帮我洗一下碗，找任何借口丢了啊，我被绑晒，就这种借口，就是要么就是尿遁，要么就是绑晒，要么说哦公司有事情，有人要找我。好，这样就算了。有一次跟一群朋友去露营，嗯，对，大家都很开心，结果他一个人躲在房间睡觉。啊，我们在外面干嘛？哦，切菜，哦，烤肉，等到料备好可以吃了。不是，他是要煮熟了。放在盘子上了，他才起床说：“哦啊，你们怎么都不叫我？你哪把你抓 kill 进来？”所以他没死啊，他还愿意站起来吃东西。不是因为只有剩下那只嘴巴的功能啊，剩下功能都没有了。所以你们家的整个生计是你在负责吗？哦，我真的太累了，这么会赚钱。讲真的，他是不是一个废物啊？有那么濒临一点点，要留一点面子啊，就是差一点废掉，我、就是。还是有功能用了、啊，它还有什么功能？床上功能能用、啊，对不对？你是不是还很年轻？我27，那哦，那会被那个迷住。有分岁数啊，几岁就不会被迷住。对啊，几岁之后会比较不会迷住。对啊，因为像我过到43，我已经觉得 OK， 可以不用也没关系耶。哦、你该不会还很需要吧？我很正常，正常，27岁的心。第二项认为暖心的举动有：会真心称赞老婆很漂亮，并且每天起床的时候都亲老婆一下。是我老公也会啊。可是很多人得不到这种东西，所以他们觉得你会吗？很难受。我不见得会真的亲，但我会不停的称赞，是真的。哦，就是他有时候，比如说工作或什么会有压力啊，或是、嗯、或是有点。不安全感的时候，会给他很多的鼓励、啊、那不是跟称赞无关呢？那是称赞啊，就没有称赞是你做得到啊。没有女生要的称赞就是说，哎 ，baby， 你今天好漂亮哦，你今天怎么不一样？就已经很漂亮，就不用再强调了。她有很漂亮吗？还不错啊，我觉得还好吧。为什么？所以就是你会当他压力大的时候，比如说要拍这个戏的时候，对，你就会说你可以做得到啊，你很棒，什么什么巴拉巴拉。对，就是他常常会很没有安全感，一直化妆干嘛的，但我就说不用化，因为根本没有什么太大差别。哇，没有，我是说真的，我是说真的。你真的很假，你这个人，明明就差很多，好不好？真的，我只拿了一颗球，他跑过去就是说爸爸，嗯，就是这样子。然后我老公手拿着手机一直打。一直打哦，中路那个推开，对，就传说就推开，一模一样。推开说走开，你长吗？很想跟他离婚。我老公也很夸张，我真的最近真的很想跟他离婚。最近的事，对我真的觉得因为压抑啦。那时候我记得去宜兰玩，然后我儿子，因为我儿子很少看到爸爸，回来的时间就是可能跟我儿子是日夜颠倒的，所以就很少碰到小孩，这样已经够可怜了。去宜兰大家都不用工作也不用上班，我觉得让我最气的是我儿子拿了一颗球，他跑过去就是说爸爸，嗯，就是这样子。然后我老公手拿着手机一直打，一直打哦，中路那个推开，对，就传说就推开，一模一样。推开说走开，你长吗？就是我真的假的？哦，真的。你小孩几岁的时候？我小孩现在2岁多，快3岁。不会还跌倒吧？哈，就是有一点不稳啊。然后我对，我就整把火上来，我就说，我说你到底有没有在看小孩子在要跟你玩球这个点？不是，那小孩主动来找他，跟他示好，对，想要爸爸的爱。对，结果他就说，哦，你不要吵，我在干嘛？我在忙。就是真的不能去接受说。他可以这样说，跟小孩子说走开，我没办法，因为走开跟把他推开都是超级伤的。小孩会，他以前真的不会，就是小孩刚出生像这样子都不会讲话的时候，他还会抱，哦，好可爱哦什么的。然后可能是小孩越来越大，可能比较皮一点。可是也是那个游戏害，是游戏害了很多家庭吗？真的，我跟你说，我跟你讲，如果这里有小孩的人，为什么你们要嫁给会玩游戏，但是后来又不是让他玩？其实在暧昧过程中，他不会一直玩游戏，就是永远都是在厕所想大便，对，在忙，对，真的永远。老公如果未来让他死，就让他死在厕所里，是对他最好的温柔。他刚才睡着了，对啊，吓到想说他还好吧？他睡着，他都很自在，因为他我在我肚。
肚子里的时候就都听那个叫卖直播或干嘛什么，所以他对对，然后对声音吵杂的声音，所以现在丢丢妹是他的安眠曲，哎，他丢丢妹啊、叔叔啊或什么，还有我本人啊，也是，因为我很会唱，医生医生。张宇，那你结婚婚后的生活？我老公已经算是一个好老公、好爸爸。就是他都很愿意陪小孩，可是因为我自己本身有点工作狂，那有时候就会工作跟小孩，因为我两个小孩差不到两岁，所以就是非常非常忙的时候，忙到喘不过气来，然后到半夜都会有一种这种就是有点喘不过气，然后跟我老公说我真的好累，然后他就跟我说你可以不要那么累啊，为什么不约朋友下午茶？我说我没有朋友，然后他就说那你干嘛那么累，你自找的。鬼遮眼，真的。那时候我跟一个，因为我是讲鬼故事吧，不是，真的，真的是遇到鬼了。就是我从彰化嫁过来直播，所以刚好就是她也是，她老公也要上来，就是跟一个闺蜜也是，她老公要上来北部，可是她老公都会嫌弃我那个闺蜜说，哦，你在家里就是顾小孩没用啊，都不会赚钱啊什么，就是我一直嫌弃她老婆，然后她老婆就过来就是跟我哭嘛，说我老公一直嫌弃我没有。然后，可是他又没有钱，所以我就租了一个地方。我说：“那我跟你合伙，对。”然后我又帮他出资。后来他要买衣服，他说：“丢妹50万。”我说：“哦，好。啊，你要花什么？哦，电脑设备。为什么电脑设备要花50万？好。然后后来又说丢妹250万。我说：“250万是什么？我进货啦。”我说：“哦，好。那记得就是你卖掉，你成本要给我，这是我出资的这样子。”然后他就跟我说：“OK。”我说：“你利润不用分我没关系，你就自己努力卖，努力的去。”证明你自己，结果好了，很好笑。她老公来台北直播，可是生意不好，她想要回彰化，想要回乡下去了。她那一笔钱赚的也没有分我，那没关系，也没有还我本钱，那就算了。她把所有没卖掉的衣服、请货车、还有冷气、麻将桌、电脑设备，全部给我载下去她家，偷走我。对，就是。我那一次好像是哦下班，我约朋友要去喝酒，要去那边喝酒，因为旁边而已。然后打个麻将喝个酒应该不错吧？我走上去里面是空的啊！哇，趁你不在的时候搬空，我就传赖给他，什么一回事？他说他就回一句，我回彰化啦，我跟我们老公不做啦。我就说那钱呢？他就就此已读不回，过分了啦，300万哎！然后我就想，我后来我又跟他留说，我在意的你没有钱还我，我知道。我说，但是你为什么把我妈这样子还？就是我们会有厂商会送货的问题，对。然后我们里面它结合我们里面的仓管，对。假设我现在哦要载100件火锅好了，它只有下80件，20件再回头车，就是一直这样子。去循环，可是后来我会知道原因，是因为我当月我在算账的时候，我说怎么可能会赔这么多？就算我买礼物送给人家，哎，怎么样，不可能会赔到这么大的金额。后来我就是24小时在看，整整看了一两个礼拜的监视器，才抓到了。所以你是说那个开车载货的人，然后他只借一点点，他对，然后保留一点，他自己再走，是不是？对，就是占扛的货。对，我超。所以你要挑小金的，拜托。因为他们就觉得抓不到人。那时候我公司亏的时候，其实员工100多个，其实我就有讲，我就说你们不要让我真的抓到是谁，我不会给你好，我会请你去山上泡茶。哎呦，我讲那不是很好吗？山上风景很好耶，什么铁观音吗？还是怎样？因为我那边靠山，对，我就说我真的会请你们去山上泡茶。我说叫你们赔，你们也赔不起。就是同一个司机吗？对，就是他同一个人，可是他们有，就是那个厂商有2-3个司机，所以是结合了2-3个的司机。那你有没有请他们3个去山上泡茶？我真的还请他们去泡茶，所以听起来是很好的福利啊。那这样每一个跟你合作的厂商都要暗扛的，真的赔很多钱，还可以上山泡茶。对，后来因为那个司机一定赔不起，所以我一定是追溯于那个老板。所以那个老板来我们公司泡茶的时候。就是我也是很好心，就是全部正。不会给他泡超烫的，超浓。然后我就给他看单据，我就直接给他看，我说我整整赔了1500多万。对，我是真的赔多万，我赔了1500。然后后来因为我的仓管也有错，所以他们只负担我800万，所以等于是剩下的钱是我自行公司要吸收的钱。所以你的仓管你就没有惩罚他？其实因为他也很老了，所以。说难听一点，我就说你卖家产给我，你也没那个钱，我到最后也是
也没有起诉他，就是叫他不要做。因为你女儿如果这样还懂得这样自我反省，然后讲一些贴心的话，妈妈确实很容易就想说，哦，对，就马上融化了，怎么这么好的女儿？有啊，我儿子也会啊，他会讲贴心的话，就是要恐龙啊。就是要有礼物，很聪明，很聪明。对，他看到我就是哦，一早起来很热情，就是他就是要有目的性的。所以他一早我一起床，他只要很热情的时候，我会怕咖啡。我会怕，因为他不会，因为他感觉前面是一只大狼狗，真的，因为他坐在那边看电视，然后忽然就会很亲切说：“妈妈，妈咪。”就是会拉尾音的那种，最近的这已经，我会觉得这个小鬼到底要干嘛？然后我就不理他，我就默默的，然后他会过来抱我大腿，然后躺在我大腿上说：“妈妈爱你。”然后他就会下一秒就跟我龙龙，我要龙龙，我要车车汪汪狗队，他就会一直讲车汪狗队，就是他刚卡会打火的那个狗嘛，对，他就一直说汪汪狗队汪，我就说什么东西，然后只要我上班前，他都会说。记得哦，他就会叫我，还提醒你，好可爱。然后我就会交代我助理去买。今天早上那时候我拿给他，他拿到，他丢在旁边说：“我不要了。”为什么？为什么？怎么了？然后他说：“现在要龙龙。”就他就不要，立刻变心哦，就整个脸都变了，而且是一天哦一天的事情，他脸就马上变了。我说：“那我送给妹妹，就送我弟的那个女儿。”我说：“那我送给妹妹喽。”好哦，拜拜。妈妈拜拜！哇，我这一把火，我真的会把他气死。所以他要龙龙，你不会也买了吧？有了，你买了？我等一下发几支非洲难民的影片。真的，然后他就可以分享一下。请问一下，他儿子那个状况怎么办？这个是这个，我听完原因，我觉得是太快满足。他都做好一个行为，马上就给。所以在很多研究里面有发现，延迟满足这件事很重要。什么叫延迟满足？就是。你可能要集好几个点哦，或者是做好几天哦，或我很具体的告诉你说，妈妈现在要求，今天跟阿公吃好饭，都不丢，也不欢不辱。我回来了以后啊，哈，我要看到你有先洗好澡了哦，好，然后洗好澡了以后，然后再跟他讲真的，这样子以后才决定有或没有。不然的话，马上一做好一件事情，马上就有，马上就有，你看两岁的连结就是这样。他就觉得说，我就应该要有，所以他生气是生气在你说话不算话，是这样吗？对，因为他觉得你明明讲说他做好就有，我现在都很乖啊，那乖的定义又很模糊了。妈妈，你讲的乖到底是什么？哦，我没有跟他明确的。对对对，所以要很具体的去教，尤其是两。什么？这个是什么？你这重点凶手，你还给我重点？因为我没想到你会 cue 我出来。你纯粹这样，我就我不 cue 我。哇，你是被抽呀？行的啦，那现在我们来做一件很严酷的事情，哇，残酷啦，残酷的事情，就是我必须要选出五位真的品味比较差的人。首先，佩佩，请站起来，好紧张，哇，请你到这边，我现在还不知道哪边好哪边坏，太刺激了，这可以吗？我真灵，麻烦你站起来。那边排，你们排队好了。都是辣的耶！我们是要被赶出去了是吗？不一定。现在只是零检而已，你赶快。好紧张哦！这我们比较五颜六色，猫就站起来啊！不是吗？天哪，都是辣的，这个不妙哎！黑总是一个辣的，你这有穿丝袜？有辣，因为我脚很丑。你这穿丝袜有多老派啊？没有人知道，你为什么会有这种色系的群体？我觉得，哎，你真的，这个是什么？你这重点凶手，你还给我重点？因为我没想到你会 cue 我出来。你纯粹这样，我不 cue 我。我坐在那边好好的，我内应该，我刚才在犹豫说要不要贴 new。当然是要贴 new 啊！可是我真的懒啊。你要不是不知道，录影常常会突然就是走来走去。我想说，应该不至于看到我。给人家看看你这背。不要。虚到无形的啦，好啦，先脱啦，不行啊！啊，接下来我看一下 Sabrina 好了，好，完蛋了，是好是坏？你知道 Sabrina 问题出在哪吗？来 ，Sabrina， 来来来，他袖子的那个毛，这太浮夸了，就是感觉很过时。Old school 了，
我错了，我错。而且感觉好像要去南部拜年。对，然后以上被我选出来的人呢，请你们坐在就是没有品味的这一点。哇！时尚，没事吧？哇！好流行啊！好流行！哇！然后看温度啊！哎，你都报我已经 OK 了，鞋子还要报我？你是要报吗？我的才好看，我还有口罩哎，我连口罩都要报我的。你看金色的，你说像怂不怂？怂不怂？就是他，你让你猜他是哪一家酒店的妈妈桑？快来，帮你讲一下。好，这让我知道。点最贵的酒，对，帮你找红牌。他真的是妈妈桑哦，对，真的是。你自己觉得网友给你第几名？我觉得六吧。我觉得应该九吧。啊，九哦？不会啊，你修长啊。九，这张真的 pose 也够老牌。好，那我们就来看丢丢妹得到的成绩是第九名。你看吧，天哪！总共得到票数是六票。怎么回事呢？我要跪一下。谁敢穿白的，对不对？我。海鲜再来，海鲜卖一下，性感卖，性感卖，性感风。那你跟我一起，快点。我要当观众啊！不行，你太睡衣了。对，来，我们一起，好，一起哦，你一句我一句哦。好好好，来，老邓就老卡，可以。快点啊，我们俩。你们这样，你这样两只在吵架的癞蛤蟆。好了，这样子。老邓就老卡，手要比要骨。老邓就老卡。阿布九八，我们先看下一位选手，你喝水。下一位选手是丢丢妹，丢丢妹的照片。哦呦，什么意思？你干嘛？这没怎样吧？真的没怎样。他没有秀出任何东西。有啦，他只是角度有一点点。有啦，有啦，放大放大了啦。请问那个人到底是在要多高的地方拍你啊？在房间拍的，而且是。这上礼拜拍的是那个人，他是爬梯子上去，没有没有，我有架脚架，所以你自拍是不是？对，就架脚架，然后就这样，就赶快去这样摆。我后来发现你叫你老公都叫哥哥，是不是？哎，你怎么知道？因为我有看到你的直播啊。哦，对，我叫你前一阵子有一个直播很经典呐。嗯哼，对。我李明生呢？我李是李明生吗？对啊，李明我李明生，我告诉你，我很委屈。人家说我卖的比别人贵，我李明生，我今天因为我的货好，哥哥。有那么大吗？因为我那一天喝了香槟，香槟一支喝完又喝了，你一个人喝哦？对，我套威士忌，威士忌又喝完不够，又香槟套威士忌，对，就是因为香槟没酒啦，所以就全部拦拦没，就到第最后的时候，就是把剩的五八高粱、剩的威士忌、剩的就是全部拦走回，然后喝，所以就整个炸掉了，因为压抑太久了。什么东西压抑太久？那种委屈，对，就是负能量压抑太久的心情。可是你怎么会在要工作之前喝那么多酒嘞？那就是有原因的，刚好是厂商来，就一堆厂商啊，老板来，然后他们就说，就坐在会客室说，丢妹，你我都没有看过你喝酒，我说我有喝，只是比较少。他说来啊，靠几杯。所以你平常是不喝酒的吗？我喝比较少，真的哦。对，就是比较少。可是自从那一天喝开来之后，现在每天啊。每天喝什么就不一定啊，只要酒就喝。哎，那你身上有带吗？现在目前没有啦。目前没有。干嘛啦？没有，因为我也是蛮喜欢 coach boy。coach boy。下次录影我们先 coach boy。哎，我希望录影可以就是我们可以偶尔嘛，对不对？对啊。说不定我们这样子聊得更开心。对。闭嘴的人就没有，到时候播出的时候大家你们就会很后悔。你知道吗？我跟你讲哦，现在。
很胖。以前老娘身材很好。你到时候在看哪边？对，你到时候会很后悔。哎，我们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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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来还有下一位，小小，小小，小小，对，他就是这个身材，上身很长。你是只是想要说他下身很短，对不对？他的身体真的很长，你不觉得吗？是很腰很长，腰很长，腰很长。我们看下一个人的身材，像菲比的身材，在我看来每个都很好啊。嗯，没有这个有稍微修一点图啦，就是有稍微把旁边推一下，推一下。哦，就是把腰推起，腰间要收。这是什么时候的状态？这个大概是夏天，就是前三个月的事情。然后可是。我之前还有交过一个男朋友，会嫌我没有比他前女友还要白。我也有遇过一样的事，而且他会说，而且他整天骑摩托车载我去晒太阳，然后还说，我真的觉得你真的没有比我那前女友还要白，你怎么那么黑？所以他喜欢白的女生，他喜欢白，而且他一直跟我强调他喜欢白一点的女生。因为我也遇过一样的事情，就是你这样子还会被比较？对，他就我就说，哎呀，我是皮肤还蛮好，蛮白的。他就说。我以前的每一个女朋友都比你白很多，然后那当时就很怀疑自己，可是就觉得她嘴真的非常的不甜。可是不会觉得黑比较好看吗？黑一点比较性感。现在流行黑。对啊，黑一点是比较。可是以前只流行白哦。所以你们喜欢黑还是白？我喜欢。你喜欢白？健康一点。方晴的照片，这根本就是模特儿啊！哦哇哦，这是我在小琉球拍的，那时候我还蛮瘦的。45，那很瘦哎。这是你私下去玩的吗？对，你私下去玩，然后还摆这种 pose 哦。就那时候我这样子撑的时候，我的腰真的快断了。所以你就是故意想要拍一张性感照？对啊。不会，我觉得你这张很像小孩子哎。嗯。可是平身材的时候脸是打马赛克的。对，这样也好啊。他脸打马赛克，可是他胸型很漂亮。同乳巨乳，不是童颜巨乳。最后一名，因为大家都超露，然后那个上围都超雄伟，但我上围是整个全包，然后只有侧面的屁股。但一般男生好像没有在 care 屁股吧？有 care 惨了哎，胸跟屁股，你屁股超翘，胸跟屁股现在主流哎，是的，对，不是因为你知道屁股要从你从顶端就有肉，那是很困难的事。那我就是赢在起跑点啊，我就是什么没有，脂肪是最多嘛，所以就好练。虽然的屁股非常好看，但是我觉得你可能会是最后一名。对啊，因为你上身完全没看头，因为真的不能看。嗯。那你要想，你要预设一下，觉得谁是最后一名吗？我自己会觉得可能是章鱼。章鱼？为什么？因为我觉得是照片问题。这是这张吗？我自己会觉得，很多男生会觉得这个动作可能比较 old school 一点点。啊？你知道这个是因为 pose 的关系？嗯，因为今天是要评论身材，他们如果只有就一张照片，因为没有脸嘛，不知道他是谁，没有他其他正常站着的照片的时候，会觉得说，哎呦，这个身材。配这样可能会觉得年纪很大。你现在立刻来摆一个最新的 pose 给我们看。网络最流行的显身材的。对。哇。哦，这是什么？所以你要看这一种，这是方婷的牌。它可以斜一点点哦。有对不对？方婷有。你说这样就可以腰到凹到腰，然后又可以挤到胸。你前面放电脑。然后这样。对啊。十天可玩一点。每一个女生都一定会拍这个动作，一定的啊，你可以吗？你是故意想激我是不是？没有，我是想说可以就可以啊，不行。我有没有听你的指示啊？都可以啦。有人要挑战看看吗？这个 pose， 这个 pose， 我可以，可是我穿裙子哎。我们帮你打马赛克。因为我之前在那个 IG 有发过。是你们这边人是眼睛，我的妈！哇，就是这样了啦！哇，性感，好性感啊！真的很性感，是不是？你们快看，你们快自己脚
有可能。这是什么？好可怕，有很性感。哇，好 ，baby baby， 你也来一下啦，好吗？你也来一下。我受不了了，对对吗？你要有那种就是很自然。Baby， 你的表情要相信你自己是最性感的，不可以笑。好，来，然后现在可以在这边。哪里我是？在中间。那你要往这边。哇，好好看哦，很美。中间这样可以。女生这样摆真的很 sexy 耶。好，回来来拍这组。有吗？这个 sexy？ 因为 Baby 是有纱的关系所以没有像方婷那个，就近看会真的会吓到，想说哇，然后又这样就是很撩人，所以这真的是最新的哈，还 OK。但我要解释一下，那其实是我去巴西，然后那时候有一个工作，就是转播一个月的奥运，然后在节目的空档的时候，然后我们在海边随意的一个 moment 拍的，对。OK， 那我们看一下，要不要直接公布张宇？好，我们看一下张宇的名次，张宇的名次是。第十名，太正了，怎么可能？可能 pose 太老了吧？你看，因为这张照片真的是身材是好的，但是如果你是要网友来投票的时候，他不会想要从这十个里面选，选在你前面。没什么诚意的照片，因为他们会挡把你的脸挡住嘛，对，看到你的身体。好，再来，嘟嘟，你第七名哎。哎，那其实不错哎 ，OK 的啦。如果那如果我这样子就第七名，所以如果我这样子的时候，搞不好名次搞不好你今天得票数就不止十二票。十二票，对，有是对了，再给我一次机会，我觉得你要先补啊，补啊，前面快补一下，补都补凹了。我现在补一下，补一个啦。来了，哇，我这样回得了家。你不是已经跟他离婚了？会了，真的吗？要这样吗？要要要，对。有有有有有。对，如果我回去就签字你们的，我们就帮你办 party 啊。刚刚有一个身材看似非常非常猛烈的方婷，你觉得自己给自己第几名？我应该，我觉得我应该中间吧。中间是第几啊？可能第六。What？ 讲实话，第一。好了，我觉得我可能第三。可是派翠克这个 pose 难道不老派吗？这个不会，因为他的双手是平放在地板上。哎，这个姿势是我哥叫我摆的。所以我就跟你讲说，那个哥哥已经爱上你了，他一定喜欢。没有，因为他说他很喜欢那种欧美风格的。然后他就我自己也很喜欢欧美风格，所以我就说，哎，那有什么姿势？因为我不知道怎么摆。他说，啊，不然你的手就往上，然后你的腰就一直缩，他叫我缩，然后就这样翘起来，就这样子拍。哥哥拍照拍了多久？拍了十五分钟吧，就真的他拍完之后，是不是相机一丢就立刻冲回房间？好，那我们来公布方婷的成绩，网友投票你是。第二名，哇，谢谢！你总票数是得到了90票，可我那时候是比较瘦啊，我现在比较不会，你现在身材很好就对了，就是也没有这么自夸了。但网友给你这张超多好评的，他们说性条线感惊为天人，像欧美身材又给人肌肤很紧实的感觉，应该是年轻完美，是超模吗？哦，给这种，所以那个耶，哥哥的那个欧美风有。有中哦，被网友认可哎，你哥哥带着爱在拍，对啊，那时候拍超多张的，帮我这样拍了200多张照片，哥哥，请问一下，那期待，他就从头到尾就一直这样，好像就这样，然后我觉得你手不要那么高，所以那些照片都在哥哥的手机里面吗？我的手机，我的手机里面，他们叫你传给他，没有。好 ，Baby 觉得自己第几名？我觉得我自己应该。我觉得应该第五、第六，差不多。第五、第六名。我觉得应该第五、第六，因为我觉得我这张照片很心机，这样也是那个制作单位帮我选的。然后我觉得第一个阳光，然后很白。对。男生应该蛮喜欢很白的那种感觉。然后再来就是比较奶油看起来有分量。好，菲比，你得到的是第三名，总共得到73票。第三名。有那么多？你为什么很惊讶？
他这照片很不错啊。我本来觉得他应该是第一名哎，我也觉得，因为我觉得这是台湾男生最喜欢的 style 啊。那不一定哦，台湾男生 style 变来变去的哦。因为我说实在，像这样子的照片，也许是我来评的话，我会觉得在 Instagram 上面可以很常看到。他的名次就不会是，就是很安全的在前几名，但他不会是最突出的那一个。所以你喜欢特别一点的，是不是？我喜欢那种美尻的那一种。可是你刚才那个动作就没办法展现臀部啊。有啊有啊，就是侧边啊、线条啊什么的。那你应该就会投那个啊 ，Anne 啊。我中间有缺陷，他应该投给 Peg， 是不是？中间有缺陷，中间有缺陷。Peg 的屁股，Peg 刚刚是屁股啊！我那个完全没有露前面，那张没什么。对，我忘了那张，对，也很期待。所以第三名网友的评论是什么？第三名给菲比的评论是说，皮肤白皙曲线好，浓鲜合度，小蜜桃。小蜜桃押韵哦。哇，小蜜桃是指哪一个部分？应该是胸部吧。对，屁股露出来的部分很少。很少。还有人说长辈看起来饱满，泳衣好看。泳衣好看也有泳衣好看。他写的，他写的，他写的。然后还有白辣水。无可挑剔的身材，那我们风格真的差很多。而且我有一个，我肚子中间有一条线，很多人会以为那是腹肌啦。其实不是，其实不是腹肌，那是我的疤。我有开过一条，就是盲肠炎吗？没有，那个胃幽门狭窄症。啊，对，所以那是小时候七岁的时候开的刀。所以他就一条在那边，然后常常会有人觉得那是腹肌，然后很好看这样子。那也是老天送你的礼物哎，礼物，好特别的礼物。所以真的你如果是真人看到那个疤，也会误以为是肌肉，是不是？啊，对，乍看之下 OK， 可是如果近看的话，就会觉得说，就说哇塞，是这种感觉吗？真的，我交过男朋友，就是还有很多网友看到会说会留言说你的疤好恶心。啊，怎么那么没礼貌啊？对，然后就是直接留言给我，然后那个疤好恶心哦，你看起来好恶心。我觉得世界上每一个人都可以说别人坏话，但是你私下说跟朋友说就是很爽快，会真的还勤劳到去上网把自己的坏话打上去的人，你说他并不变态。对啊，自己骂一骂算，你就偏偏要骂给你听这样子。对，那种人真的可。什么都聊，什么都不奇怪。哇，这句话好老派。嗯，快来订阅小姐不息地，记得分享、按赞，还有开启小铃铛哦。小铃铛是我要讲，开启小铃铛哦。